二十五日，由辽宁卫视、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联合出品，红豆集团冠名的“红豆中国魅力”电视节启动仪式在京举行。本节目出品方和制作方中国名人文化产业集团正式宣布，该节目将自2013年10月25日起在辽宁卫视强势播出。据悉，作为中国首档大型时尚文化类节目，《红豆中国魅力》将通过打造中国服装形象代言人，致力于传播中国时尚文化，展现中国魅力。节目在借鉴国外先进节目模式的基础上，结合了中国国情进行了多重创新。第一次将真人秀元素与中国服饰文化结合，第一次全程以形象大片作为展示的主要手段，第一次以男女混合参演时尚偶像连续剧的形式展现中国服装的魅力。此次中外名人和辽宁卫视、红豆集团三方强强联合，为红豆中国魅力的成长奠定了先天优势和后天基础。红豆中国魅力就是要用娱乐的方式，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将中华正装、中华节庆服装、中华团圆服装等中国元素的服装系列推向人民生活，影响消费者的着装习惯，提升全民形象，让中国魅力充分体现在每个中国人身上。不仅从学员内涵、气质、场次的表现、服装造型等全方位展示，尤其重在情感故事的全景展现，关注点从赛场延伸到学员内心，与观众产生共鸣。乐视娱乐北京报道。